有听说啊，你们是不是有喝尿？喝尿？喝尿？因为山下那个水源哦很难找到，那我们就到处去找水源，然后有用那个过滤瓶，有去做实验，说哎是不是可以喝的？是把尿装进去，它就会自己过滤。对，那个叫做救命水瓶，就是你任何的水，你只要倒过滤之后，你就是可以喝的，是没有问题。其实那个尿很奇怪，它是过了一阵子一段时间之后，它才会有那种尿稍微比较不好闻的味道。但是你一尿完马上过滤直接喝的话，是真的还有这一招哦，是没有尿味。对对对对对，新鲜的。过一阵子就熟尿，熟尿比较臭。对，但是是温的吧？对不对？有一点温。然后喝起来，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点像豆腐水，洗过豆腐的那个水。极限运动呢，指的是在激烈的运动当中进行冒险，考验着运动员呢身体、精神、心理上的素质挑战。而且极限运动呢，已经越来越多人玩了，所以它一直受到非常多的重视，包括自由式小轮车、霹雳舞、攀登运动、滑板以及冲浪，都已经列入奥运的项目了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邀请到了五位神人来告诉大家，什么叫做我可以被摧毁，但不能接受被打败的运动家精神。首先欢迎路跑女神雷爱美。哇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美。欢迎肌肉男神田武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武阳。哎，怎么又跟我抢封号啊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感觉一下，感觉一下。来比，来比，来比一下。哎，他的真的比我大。哦，这个很壮，这个肉眼可见。这个有。你等我啊！我总有一天会把这个封号抢回来哦。再 PK 一次、欸。不过真的要先那个跟大家推荐一下艾美那个节目《上山下海过一夜》。对，哎、欸，没有开玩笑哎、欸，这很有趣哎，玩真的耶。对，我们是一个户外旅游的节目，没旅游啊，一点点还是有一点吃吃喝喝露营还是有，但是大部分就是我们会爬一些百岳啊，或总会去自由潜水，就是上高山然后下到海里面。然后我们在10月开始有一个最新的改版，它叫做极岛台湾，我们会做更疯狂的事情。现在已经够疯狂了。最疯狂你觉得是什么？最疯狂的应该是那个能高安东军10天9夜，那10天你都是不能洗澡的，然后全部都是搭帐篷，那个很恐怖。你10天下来，我指甲里面都发霉，是不是嘴唇都裂掉了？会，你看我现在也是裂掉，因为我刚刚从白岳下来的。哦，你才刚下。会，山上很冷，可是那个紫外线很强。对，就是跟平地的现实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有听说啊，你们是不是有喝尿？喝尿。喝尿。因为山下那个水源哦很难找到。是对，因为有一集我们在做那个野外求生，那我们录这个节目其实已经3年了，所以制作人就想看说我们主持人哎，像稍微有一点户外的经验，那把你丢在山上3天，那你要怎么求生？那我们就到处去找水源，然后有用那个过滤瓶，有去做实验，说哎是不是可以喝的。是把尿装进去，它就会自己过滤。对，那个叫做救命水瓶，就是你任何的水，你只要倒过滤之后，你就是可以喝的，是没有问题。其实那个尿很奇怪，它是过了一阵子一段时间之后，它才会有那种尿稍微比较不好闻的味道。但是你一尿完马上过滤，直接喝的话，是真的还有这一招哦，是没有尿味。对对对对对，新鲜的。过一阵子就熟尿，熟尿比较臭。对，但是温的吧，对不对？有点温。然后喝起来，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点像豆腐水，洗过豆腐的那个水，真的要够喜欢。我刚刚讲了嘛，是身体上、精神上、心灵上的考验。你还挑战过什么样的极限运动啊？攀岩应该算吧？是。对，其实攀岩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难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路跑比较在行，所以我的腿是很壮的。你先起立，我们看看艾美她的身体的曲线。哇塞，身材今天转一圈。太美了，它是很结实的那一种。我是女生，我的眼睛都离不开耶，更何况你们男生，可以开用力看。先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太漂亮，太漂亮，用力会。那我转一圈了，太漂亮了，好看好看。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不是，你是脚已经很厉害，路跑嘛。对对。然后你连手也可以，那个攀岩比较多是手，对手去抓。有绳子的那种吗？有绳子。哦，那就对对。有绳子才是难的。为什么？
因为有绳子它要确保你可能会掉下来，所以它会做一个这种弯的，你在爬你会爬到这样子，你的重心完全是往后的，对，你要有一点就是把自己 hold 在那边。那我手下来不开玩笑就是一直这样爬抖啊。那时候是挑战一个国手最初级的路线，嗯，哇，上去下来真直接哭哎，而且那时候你说你还跟你自己的肌肉在对话呀，他们怎么了？会鼓起来，所以肿起来，对你已经发力到已经鼓起来，然后一直在抖，一直在抖，我就一直跟他们说，哎，辛苦，然后谢谢你们，然后再跟一下，我们一起完成。太挑战了，有时候会有点人格分裂，觉得我可以，但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对，所以就要跟自己的身体跟肌肉喊话。